脱流的，脱流味道更难闻。哎、欸，这个涂装很新呢、欸，刚完成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2003年交团的。没有，我说那个涂装呢？那是涂上去的。对啊，是最近才涂的。对啊，很新呢。我们掉色。最后的一艘船来了。最后一艘。对啊，就是他。那你杠了吗？没有啦，是因为开这一招是我们开过比较特别。就这些了吗？因为他更怕涂装。哦，哇，那个船的涂装啊，黄色的。哎、欸，我这边黄色。我做西装啊，拢等着你呢。做好呢。啊。不会啊，我们很常遇，很常来。做西装的，我去啊对面那边啊看过来到。我定来啊。啊。我定来啊。这条我的最爱啊！我足想要伫阿门港迄条坐啊，因为这也伫迄边很多去上来时阵。啊，他的时间很难抓。很难抓，就搞改。改来改去的。加迄条视觉较好吧？没有，主要是这边逆顺光，冬天顺光啊，夏天这边逆光。好。重点是以前的这里是没有时间限制。哎呀，这本来就较早是眷村的高士塔。哎呀，高士塔。以前就高士塔，他在加拿大某节旧高士塔，我记得做古建。是啥？旧的呢？这个啊，对啊，没有啊。我记得较早加拿大某节的墙，就跟那个一样啊。哎，对面那种这样呢。啊，他后来才改成这样。哦。他是改个新的，加一个新的。啊，改做餐厅啊呢。就是我还没听过里面吃东西。就拍机了。是哪个价位啊 ？CP 值2.0啊。对啊，我价不贵。就贵耶。贵啊，250机票价。没事啊，我回来了。好，拜拜，谢谢啊，拜拜。差不多了，你赶紧开出去。不用拖船，太过小，它太小了。它还有一种船头，就是球，就是底下是球的，它是上面是直的。它还有一种是弧形的，前面很大。它的锚链孔是正方形的，是我刚才是拍的那个吗？对，那个好像也是后来才交的，那个很像，还蛮新的呢。它2016年交的都很新呢、啊。对啊。那这个是圆形的锚链，锚链孔是圆形的。对啊。那是球匕首，主要的球匕首不见了。其实我觉得化学厂比较好玩，货柜厂都一样。化学厂比较多变化，那上面有那管路什么的。可是化学厂这边就是很少见的。它跟英国的那批不一样啊，英国那批前面多了两颗香肠。我上一次就是那天我拍的那个，也是他的，就是上次我拍的那个旁边还有一艘那个我还没有泼上去，我就说。一招那个 LPG 船，小小的，那上面两个好长的那个，很长的那个，你要看清楚，它有可能不是在 LPG 啊，对啊，它有可能是在乙烯啊，或者是丙烷的东西啊。那个我还不知道，我还没有查它的名字。这种船比较好看，不是这样。它比较多变化啊，因为它又黄色的，啊、然后它上面的管路又很复杂，可以吹头了。长颈鹿下来了，天明的长颈鹿。这应该也是德国的吧？那个英国的，它那个真火器种啊，也是给它做成那个像冷冻仓储一样。这个英国的英国公司啊，全球最大的。那个，你说建他的 ，Stoke 他的船，哦 ，Stoke 他的船是英国的，英国的船啊，荷兰造的。他那个生活区做的有一点像冷冻仓储的、那个。你看赖比瑞亚，他 IMO 是写在后面的，写在最后一块。英国的写在那个船屁股那个侧边那边。